朋友们，订阅嘎哇奇瑞，开启铃铛，别错过任何影片。欢迎加入深度会员支持节目哦。上次要进棚录影，所以我就给医生搓。之前有做过快筛，我说我自己有做过，他说哦，那这个可能会比你自己做的再更不舒服一点哦。给他搓进去，哇，舒服。搓进去我还好，但抽出来我觉得蛮爽的。每个人都每个人自己的性癖啦，好不好？这个大家这样也可以想到性癖，不真不愧是被你一周快筛四次。霹雳梅，霹雳梅，最近那个阿梅做了3D 建模，所以知道自己的年纪无法跟上主流，只好靠其他小手段。厉害，但是这个真的是厉害的。可是这中间真的是太难了，因为几乎没有中文的教学影片。像这样就是只有你懂，以后就很多人来问你，问到你烦。对，我就说哦，不好意思，无可奉告，谢谢。因为上上礼拜我好像是那个鬼门刚开，我就想说，在我在推举开一个那个同时试听，我只是单纯录我的反应，然后我们就一起看鬼片。那有很多人陪你看，是不是感觉也比较不会那么害怕？对对对，今年已经是我对恐怖题材最开放的一年，最开放一年了。但是就是今年结束之后，我就再回去封闭了我，回到我的这个恐怖题材旧石器时代。我也是完全不看那个恐怖的。就想说暑假跟大家一起突破自己，会突破，因为我们现在心血管真的都不太好，我们微血管也突破了，怎么？对啊，受不了，受不了啊！D two 啊，阿美有玩啊，我没玩。哎呦，我觉得有点小可惜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我 D two 是跟某一任前男友一起玩的，那时候就已经有交男友了。哦，有啦，有。本来，所以你那时候50几岁才交到男友，真的。本来他想帮你反家，他说那个时候二代刚出的时候，你应该年纪比较小吧？他说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小学二年级就交男朋友了。后来玩 D 图完之后，其实我觉得他的一些快捷键好像还是没有变，就操作还是不是。所以你没有那么满意，是因为他让你回想到了一些不开心的回忆。就有一点，我觉得那个太过分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完胜骑士就对了。我们今天呢 ，PS 玩的 DNA 呢，要在宅子的小小的复活了。是的，我们要来介绍就是过去呢玩家支持的神作《Ghost of Tsushima》导演剪辑版。耶 ，Director's Love Cut， 增加了额外的技能，还有新的盔甲、新的敌人的类型、新的故事、新的动物，还有新的小游戏，算很有诚意的剪辑版啦。对，哇，太 trip 了吧！哇。我要看到血流成河啊！是不是有人在念咒啊？最讨厌别人在我面前念咒。I am so sorry。他在那边念咒，他在那边念咒，在那边念咒。这边我擦，我处理呀、啊！他去杀人质，他去杀人质，没有人可以在我面前。对不起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不行啊，我现在顾不了人质哎。人质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他在哪？我找不到。上个礼拜是跟观众一起看《中华一番》，然后我前面都不太敢讲话，但后面真的实在忍不住必须吐槽，吐下去才发现啊，其实大家在等我吐槽啊，那我就开喷。是这样，敢不讲出来？而且自认自己是这个吐槽专业的人，绝对不能浪费这一份才能。尤其《中华一番》，怎么能不吐槽？《中华一番》怎么可能？不吐槽啊！